快，他们一会儿到了，他们也几分钟到了，赶紧进，赶紧进，赶紧进，急死了，急死了！一会儿张一晨来就穿帮了。有什么是不能让陈哥知道的呢 ？Hello， 阿姨好。Hello， 张一晨。嗯，别动手了。今天是你生日吧？你有没有打算去哪里过年？没有。下午不是有时间吗？我想上课吗？下午我要去拍个东西。去庆祝一下吗？啊，你要上课？下一下，还有一下，被老师骂死。没事，你看他自己都不在意的，是吧？这样你再去拍你的，你赶紧做作业。不行。去吧。好了，快到了，对对对，今晚一定要见到。之后我们只说要去室外拍摄，没再提生日的事情。他以为真的没人在意他，所以有点生气了。快，一会儿藏好，别让张一晨发现了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又来了，怎么办？现在还来得及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张一晨还没来。激动死了，激动死了！急死了，急死了！一会儿张一晨来就穿帮了。对不起，你们拿真真吗？那不是真真吗？我们一起躲进帐篷，想给程程一个惊喜。这边也没那么紧张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我们先接着去第二个景拍吧。怎么有人来这里过生日的？要么我们去蹭一下他们的景。传说中的兄弟默契吗？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派对就要开始了哈，让我们一起 Happy Birthday！ 冲冲冲冲冲！